只能给我这点海拔，碰巧在长身体是咋就爱吃冬瓜，又碰巧对牛奶过敏也是没有办法，我碰巧最碰巧是碰不到的专家。走啊！千万别让你的闺蜜来你家。只是碰巧，我那年眼下看上了你爸爸。碰巧我一见钟情，只想娶你妈妈。又碰巧了感情迸发，你来到了咱家。我碰巧最碰巧是幸福的一家。 来给他们凶一个！哇！来喽来喽，他真的来喽！什么什么什么来撒来撒？什么什么什么来撒来撒？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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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We got it！ 哦哦哦哦哦哦哦！
What? Ai ơi mà.你家猫有咬人、抓沙发这些坏习惯，这条视频好好看。首先你要明白，猫是你的宠物，不是你的祖宗，你要爱着它，但是不能惯着它。然后准备一个小喷壶随身携带，只要它敢咬你、挠你，你马上就喷它，不管它躲到哪，哪怕是躲到老鼠洞里，我也要喷你，就是让它明白你敢这么做就一定会受到惩罚。而且你喷它的时候，要么你就冷着脸一言不发，我就是干你，要么你就大声呵斥，声音大到足够让它害怕才行。就这么长此以往，每次犯错他都挨收拾。时间久了，猫咪的潜意识里都会记住，他要是敢咬你就一定会付出代价，你说他会不会三思而后行？就这猫咪抓沙发扒垃圾桶的问题，这期说不完了，我们下期说。猫想给你百分百的好，为什么你总是想当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当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不是一个小猫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作为一只成年猫，犯错了要认错，然后改正。还有，我每次跟你说话的时候，麻烦你吧。你别笑了。